姐，我吃了两顿早饭，我吃了一个花卷，一个肉馒头，一个小羊，一份小羊瞬间。你怎么走下来？一碗牛肉汤。那学生都跑过来叫我一下，来吧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这一个别再来一个，来，我把我的这个，把我的这个数据啊，特别小，这几个去。年龄减下，年龄88，体重鞋码，身高肯定要保报的，他身高也就一米，我一直都报一米六。哎呦，坑我，我跟你让头围，都差不多，都是一个垫。哎呀，不用减了，我好像跟快减快减。哎呀，了。一般的都是垫是56，差不多。56，然后颈围，你的头有56。我告诉你，我脑瓜老大。脑瓜老大。38.5。这肩膀是怎么用的？你是这肩膀不是两边上，是两边的骨头啊？不，到这里，就到这里就好。不行，我得到这儿。你要到这儿，每次穿衣服不能到这儿，不能到这儿，到这儿他穿着不往下跨的。要跨要跨，不是你给我整这个，我穿这玩意儿太矮了。你把手上拿来。专业的，39，三十九，三十九。那你肩膀挺宽啊。跨了。39，肩到腰好像没你宽。40.5。腿长。他为什么长了？他的腿长啊，他的腿长要1.4了。哇，快看，秒杀是杨玉卓，臂长。对，就在这，我就大长腿。1.4，83。减50吧。减83。不用动啊。臀58。臀58，你这到底有什么？我臀得100吧。没有，开玩笑，80几。不是臀，刚才是哪儿？刚才是腰，刚才是腰。不是腰，是臂长58。我吓死了，我臀。你不用长。你看你肩宽58。对，赶紧打到点歌。5.3。没有吗？在那里吗？我把头发这样绑住，会不会就少了？那么放这个不用绑了，没事。绑了50，发量多。55，56，55。我今天量了100斤，但我没拉粑粑。55，55，55。谁家那个是多少？60，60。啊，他基本上都在55、56左右，不会超过的。33，挺小的。85，55，笑死我了。80个芋头行吗？37，我紧张，我紧张。张宇哥说他紧张，你紧张啥？张宇哥，我头围去，我记忆。如果今天你头围是最大的，你就请我们大家喝东西吧。超过58。我手臂有61。张宇哥，如果今天你头围最大，你就请大家喝东西，我们就不把这个事情说出去，不然我手把这个事情说出去的。咱们说呀。好嘞，一会儿就说。你说，再不说就是你说。江一就说自己是霸王龙，不敢的手。对啊，我的手就多少啊？51啊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我要去。我不穿。那我死说服了，你到时候那个衣服，臀围。我今天吃了4顿早饭。那王腰不粗。我吃了4顿早饭，89，太过分了！你早说你今天来量，你早说今天来量，我就不吃饭了，太惨了！你这虽然你臀围比戴萌还大还宽，好，戴萌鞋码，来，真假真的，你臀围比他宽，宽好多呢。我完全没有屁股，哪里啊？你的胯就像发展了，我胯大。骨盆外扩，回去就是按一按，收拾我。咋回事呢？我你真的看起来完全没有屁股，没有屁股，你看着比戴萌窄呀。嗯，26了。来，许佳琪，我胯粗了。来，我们把重磅炸弹，我们把重磅炸弹，张宇哥换最后一个啊。来，拍完死气的，不想聊，我不想跟他聊。许佳琪肩膀肯定第一块。坐。头围可以，头围不小哎，他头围小，54.5。哎呀，哎，跟我一样，你跟我一样，32.5，但他看起来感觉我小5厘米，55.5，他56，腰也粗，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啊？38，38不可能，38，我还39，举起来，其他肩膀肯定第一块。哎，你绝对少了，你要挺起来，你最少两。你放下。生气了，我都38，我是肩膀流氓。你刚说什么？哎，真的38，我39，你38，怎么可能？看你刚才肩膀。
肩膀没凹的，他以前不是四十一吗？我也四十一，我从来没有头小的。白子对他肩膀动了手脚，那就是头小。我怀疑了。啊，今天全部颠覆了，对的，我怀疑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张宇哥紧张吗？现在内心忐忑吗？马上到你了，张宇哥，我来，过来，我给你摁头，我给你摁小，快快快，八十三，其他画宽了，你看最近，哎呦，哇，好像画，好像哪个画？90，我89，其他现在巅峰啊，跨步。那张宇哥来了，重磅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早上量腰，我死收还先量头吧。头。张宇哥应该头很大，头应该有56差不多。尺子都不用了，还不看？我要看看，好近啊！56，哇哦，还行，也是，你跟小鱼说一样，跟我一样。好了，过了最难的一关。谁以后再说张宇哥头大？许王玉卓可以替他过来辩驳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头也大。你俩头一边大，我是102。哎，我哎，我为什么？你腿还102啊？我看孙宇，102，我104，是102，102，102，102。我们三个102。我们六十一。我们差也太短了吧？61。现在这么学了。小章鱼是160，小章鱼这名好久没听了。它是圆的，不是正面，但它正面是84，太厚了。那勒紧点，他现在腿可细了。对，他腿细。他腿现在超比以前还细。49，49.5。哇，49，穿这种鞋。嗯，不低不高。我51，49.5。天哪！我知道了，我这个人就全在大腿上。哎，你们都写170，难道不那个吗？我写160。不啊，我今天去医院172呢。你这170，鞋码你是多少？我拍照了吧？142，写四十几，还伤了，没脱鞋。哎呦，腿是真短。我是体校有比例那个人，但你腰长啊，你是有血。腰长扭的才好。还有绿豆，人家扭一个波，让我可以扭一个半，对吧？是吧？太难了，有啥开心的？头最大谁？我排名并列了是吗？那努努力看明年再量的时候谁头更大？憋大了，憋大了。从那腰最细的谁？他口。他口。今天最宽的谁呀？我和他口。你和他口谁最宽？我也39。哎，那许佳琪为什么目测看着肩膀宽啊？对，不知道。但他目测，哎，因为有的人是直肩，有的人是溜肩。哦，那话。但我也是直肩的，我看起来可能头太大了。每天喝一杯奶茶是可以减肥的，并且可以拍不一样的图，就这样整个人又散发出了一阵不一样的光彩。有的时候你不喝奶茶的话，你工作的时候你会全身无力，你喝完奶茶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都有了意义。Kitty 在旁边吗？那你刚刚就不要喝我的奶茶，你看这个是许佳琪刚刚留下来的口红印，这个就是证据。是吗？好像色号不一样。就是了，你自己去对比一下，哎 ，DNA 检验一下好不好？我现在拿给你去医院，马上给我采样，给我去鉴定一下，这就是许佳琪的唇印。